体育奖，受奖的有三年四班王一方何雨晴，三年六班陈王恒，三年七班彭家祥黄仁宏，三年九班尤成谦，三年十一班杨以玲，三年十三班林玉佳、周明、邱婉琪、张庭轩、黄晴维、郑爱玲、罗成廷、陈玉杰、温以晴。受奖代表三年十三班陈玉杰。陈玉杰同学，获得我们青少年国手选拔，而且连续两届的 MVP 最佳球员。当然，这个奖项要请重量级的来帮我们，有请文华高中的蔡美昂，我们蔡主任吧。一样长得也是